这个什么呢？那个鸠毛毛毛，薄得非常的 juice。然后像这个，你看，嗯，麦当劳是一阶三，一阶三，三是真的睫毛，嗯，对。真的、啊。可以说比较夸张吧。对，还没有过过牙齿。这个刘海先不穿。大致上的问题就是，我今天做清洁的时候，没有做清洁，就是清洁的时候你在消毒的时候就做了，然后像你粘胶的话，你就是直接在双面胶上面直接粘一点点的，对，你直接把它划掉，粘胶太少了，你把它捞一个水滴状在睫毛上面划胶之后，剩下的。胶会比较多，因为你这样子，你只有尾巴，附着力太小，你这边只有这一段有胶上面，就是它即使是直的，你划的不够多的时候，它粘着就只有这样子。嗯，用水滴状，然后把它划完之后再把它粘掉。